羊汤啊，热乎的。傻伯伯，来八个烧饼，两碗羊杂汤，一碗不要香菜。好，您嘞。二爷，羊汤好了。号外号外，袁大帅颁布禁烟新条例。过来。这边客人，你好吗？滚！可怜。哟哟哟，有孩子的人就是不一样。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，我都养活一家子。你做什么呀？送信，经我手的信我都要打开看一眼。都有什么好玩的？嘛都有，不过只有一种信我没送过。什么信？检举信。信和账本呢？我不知道你在说嘛。钱会计，别跟我们装了，钱老板待你不薄，为什么检举他？为嘛？他犯大业害人，这些年我帮他算的账，都是带些的黑账。我老婆大好的年纪已经被大眼给毁了，这都是报应。这他妈才叫报应啊。新做的信账本儿，你都快死了还不告诉我？信账本儿，你们手黑，洗更黑，洗都洗不干净。三爷，大早起放炮，折腾嘛？走，走了。
尽忠职守，报效国家，依法执行任务，勤谨谦和，为民服务，如为誓言，愿受最严厉之惩罚。起誓。听说上边组建缉毒大队，你觉得戴局会挑谁当队长？不是你，也别找我。你做了缉毒队长，咱们办事不就更方便了吗？不干。你不干，我干。你跟戴局长推荐我。谁干谁死。你好，我叫郑清河。您早上吃的是老金羊汤吧？他们家凳子陈旧，容易掉漆。您刚才过来的时候，我看您屁股上沾了点漆。他们家羊血好吃，但羊肉煮得老，容易塞牙缝。不对，是狗不理包子。你警校刚毕业的吧？啊。您这伤是钝器。起立。今天上午，在德云巷发生了一起枪击案，手段是极其的残忍。上峰责令吾等必须高效地处理好这次恶性案件。有主动请缨的吗？局长，我去。坐。还有谁？郭冲。哎，还什么还呀、啊？你去。责无旁贷。你们受害，你心更黑。死者男，年龄38岁，体重137斤，体型偏胖。师傅，我刚刚发现了这个。小朋友，你知道刚刚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哎，少队，师傅，这案子有疑点。刚刚我回警局的时候问了同事，那个死者姓钱，钱家的钱会计。哎，那您怎么不去钱家查查去啊？钱家，三才帮。天津最大的两大帮派，要不你来？我那闲了，右转舵，转舵右，左转舵，转舵左，go go go！ 别说英语，听不懂。喂，你爸非逼你学什么英语，跟鸟叫似的。你又不出国，有什么用啊？怎么没用啊？戒了。上次毒瘾发作，伤着儿子，后来就戒了。所以啊，交友需谨慎。要不是嫂子身边的狐朋狗友引诱，吸了大烟，也不会有今天。你说，我们是狐朋还是狗友啊？
虎、狗。狐朋狗友，我是虎狗，那就不是朋友呗。把没用的东西都整理一下，等有了消息以后都处理掉。爸爸，我们是去英吉利吗？咱们要出国的事儿啊，要保密。嗯。您先坐吧，我进去通报一声。怎么样？少爷今儿不宜见客。哦，明白了，那我改天再来。多谢提醒啊，谢谢。毕了就是郭警官吧？我姓岑，是千家烟馆的，一点小小的见面礼儿，没嘛别的意思，就是请您老啊以后多照顾照顾我们妈妈。那我先告辞了。前辈头哎，你们全家都不得好死，早晚有一天雷劈了你们全家。我去的嘞。账本呢？没找到。干了，郭大警官，不用我提醒你吧，那账本上可是我这些年购买烟土的全部记录啊。要是找不着，悬在我头上的这把刀留不下去啊。就算他把东西交给别人去检举，最后不也得到我手里吗？说是这么说，可要是账本到了别的警察手里呢？戴局长点名把德一巷杀人案交给我处理，我能拿到与案件有关的所有资料。不信？信？怎么能不信呢？这不，钱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哎呀，这世道啊，你杀了我的会计，我还得给你钱。会计是帮老板数钱的，不是赔钱的。多了，看来梅会计是真不行。这是定金，三财帮值这个价。今年一年，我们四成的生意都被他们抢过去了。今天晚上呢，我有一个老客户。跟他们呀有一笔大交易，我呢希望这些背叛钱家的人得到惩罚。时间到了，警察局要开饭了。等等，上面安插了一个新人在我身边，先缓缓。小朋友，我昨天看到过你。你昨天是不是看到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呀？你别怕，叔叔呢是警察，是好人，是可以保护你的人，所以你可以把你看到的都告诉叔叔。这些东西的吗？哎，哎，
账本的事儿，钱老板没有为难你吧？存起来。别逗了。最后一次。为什么呀？没有为什么。昨天办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不对劲。出什么事了？你看着死人的时候，脖子后面会不会冒凉气？你怕了？我们杀的人都是该死之人，不是杀人放火，就是恶贯满盈。可是钱你拿了，拿钱办事儿，理所应该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理所应该的。我说了，最后一次。海哥，我师傅呢？刚走。手里拿的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报告。去。查的是严吗？你是警察呀，那为民除害的事儿不他妈就该你来办啊。帮我把最近的这些事儿屁股擦干净，我成全你，送你。
这两天你带着儿子回趟娘家，多陪陪你妈。你没有到危险。给他们做事会上瘾吗？戒掉总需要时间，不是吗？小心啊。好。不是说上次是最后一次吗？骗我，这还怎么做虎狗啊？没骗你。干活前都要来根唐大烟，你就这么个娘们习惯？我和你不一样，你是烂命一条。我要时刻提醒自己，有一个家。别想着甩掉我，收活吧。这次太危险了，没必要。富贵险中求，目标是谁？他叫夏金，今晚和三财帮有交易。做完这单，我是不是就可以见钱老板了？有些人还是不认识的好，比如我。干活。这钱够花一辈子了。对对对对，送我出城，我保证再也不回来。你没命花这个钱，让开！三太保，快把夏老板拖走，送他去医院。他死了，先上车。Shh.
箱子的钱。人没死，钱也没拿着。我打中他左腿了，有个屁用。子弹上有毒。有毒你不告诉我。下车。你去哪儿？钱家。我跟你去。我去，打哪儿了？腿。哪条腿？左腿。中毒了吗？应该会。看见死了吗？没有，被于同光救走了。那他妈你还敢来？有人走漏了风声，三才帮有了准备，他们是来要我的命。钱我不要了。别不要啊，出了国会有用的。我回警局看看，账本是不是已经找到了。几十年来，国家积贫积弱，皆因烟毒所致。烟毒一日不绝，吾等一日不休。从即日起，我天津警署将动员一切的力量，查抄各处的鸦片窝点。好，好，好。郭叔，你来指挥行动，记住，做好表率。局长，郭某能力有限，怕是。当警察的就不能说怕字。收拾装备，第一站，北斗烟馆。你去钱家捎个口信儿。我去钱家，小心点。钱老板，我国冲叫你来的。是。说事儿。戴局长要查您的烟馆。你借他的胆儿啊？是真的。就在刚才，戴局长突然宣布全城查烟馆。啊！我自己划的，就是为了给您送消息。放下去，放下去！啊！你刚才说你叫张世海，工长张，仕途坦荡如海。老板，老板，烟馆被查了。你他妈不是来送信的吗？师傅，我们这次缴获了很多烟土。一队，带所有烟客回警局。走，师傅，不在查查了吗？万一有什么纰漏呢？去查下一家。师傅，我申请搜一遍烟榻，我看到那儿漏个一角。收队。
我真没骗您，不信您看。立刻收队。师父，咱们只查烟土是不够的，你今天查墨一斤，他们第二天能运来十斤，咱们关键得抓人呀。师父，你要抓什么人？我是警察，我要抓坏人。就因为大家怕这个怕那个的，才让钱家三财帮滞留为祸。我就不明白了，师父，咱们是警察，咱们怎么能越做越胆小怕事呢？我不怕任何人。你以为你会背几句冰冷的誓言就可以随便抓人吗？你知道这要付出多大的代价？所以您妥协了。听师父劝，活着更多的是妥协。以后你就会明白，有些罪是洗也洗不干净的。妈的，出来！老总，你……这次的行动让我最高兴的，不是我们缴获了多少烟土，抓到了多少烟民，而是我们的实习警察竟然亲手抓住了重要的人物。实习警员德勋章，你是头一个。有人说，天津的水很深，很浑，撇不清，洗不净。但我想说，身为警察，我们就不能被罪恶吓倒。除掉一个烟馆，天津就干净一分。我相信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们会把这里的罪恶全部都洗干净。如今烟毒泛滥，我们警局里的人也有不干净的，和烟商是里外勾结，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谋不义之财。从即日起，着郭冲任缉毒队的队长，外查烟商，内抓恶警。局长，郭某能力实在有限，恐难胜任队长的位子，我举荐张世海。他资历不够。局长，之前手里积压了很多案子，况且德音像杀人案的凶手至今还未找到，我怕分身乏术，顾此失彼。郭冲，你要分得清主次之别，什么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？废话少说，缉毒队长的位置非你莫属。来，大家欢迎。找个机会，你跟戴局长推荐推荐我。你不做缉毒队长，可我想做。局长太爱了，郭冲感激，但钱……好了，奖金可以拿，而且越多越好，名正言顺嘛，就怕贪心。这家拿一些，那家拿一些，拿了这家，那家就会伤心，伤了心就会不高兴。局长，您不高兴了？高兴。我向来只拿一家，没有人会不高兴。听说钱家的会计是被警察打死的。没错，现场发现的是警用子弹。好，杀得好。要我说，这些人都该死，尤其是钱家的。
你可是我一手栽培起来的，我可不想看着你走弯路。齐下得够狠的，先查完了烟馆，送信的人才到。钱老板，钱钱要完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要人呢？要你死。谁？戴局长，你这里是他亲自指定查抄的第一家，能查到三才帮的事已经撤得干干净净的。戴局长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举报信和账本全在他手里。那你能为我做什么？帮你摸清点数，免得骰盅打开的时候你被豹子捅杀。老板，上次的账是海拉的。你是说夏京是你杀的？对，郭忠怕他一个人做不来，他找上我。打哪儿了？腿。哪条腿？左腿。郭忠没给你分钱啊？我为钱家义不容辞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到底想要什么呀？您在警局不该只有一条线，戴局长打击钱家的力度非常大，还有郭忠又被提拔为缉毒队长，位高权重，做事不方便。而且戴局长白天单独找郭冲聊了许久。你想为钱家办事儿，可为什么上次你送信的时候偏偏迟到了？这我没什么好说的，但是我可以比郭冲做得更好。你上次说你叫什么来着？张世海，弓长张，仕途坦荡如海。你的意思是三才帮和戴局长有关系？我说过了。我好好想了想，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啊。你要是说的没错的话，那账本应该就在他们手里，你去想办法帮我弄回来。好。忘了。
需要很多手续的。让夫人和公子在我这先住着，也方便我们以后好做事情嘛。你说是吧？钱家呢，办事效率很高的，3天你就能拿到移民手续。不过到时候呢，我希望看到信和账本。这3天帮我盯着他。郭冲要出国移民，他早就想走了，不然怎么那么卖力啊？你又不出国，有什么用啊？我说了，最后一次。你站起来，快！师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把枪放下。我原本以为整个警察局只有你是最干净，我真是没想到三才帮给了你多少好处。我三才帮？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三更半夜的为什么替戴局长守门？我就是留在局里查案，听到里边有声音我就进来了。你刚才说戴局长和三才帮？还装？不可能，三才帮是贩毒大帮，戴局长是缴获毒品的人，怎么可能呢？查抄的都是钱家的财产，三才帮你不也什么都没查到吗？铲除对手，三才帮才能独大。还记得前几天的杀人案吗？为什么讳莫如深？钱家、三才帮，天津最大的两大帮派。他姓钱，钱家的钱会计。是因为戴局长根本就不希望破案，杀人的人就是三才帮。不对，如果戴局长真的要帮三才帮扳倒钱家，那为什么我给他的信和账本没用？这些证物很重要，但现在拿出去还为时过早。现在警局内部上有钱家的眼线，千万谨慎小心。一旦案子最终破获，你就是头功。是你找到的信和账本？对啊。吊着三才帮的胃口，攥着钱家的把柄，戴局这是要从中牟利。信和账本就在保险柜里。清河，你发过誓你要做一个好警察，你敢不敢和我一起把信和账本连同对戴局的指控一并交给上峰？
林秘书，林秘书，信和账本没带，完了，这算是打草惊蛇了。那我们就打草惊蛇，不吓他一下的话，怎么能知道信和账本在哪儿？从后门走。行吧，自己小心点。您就等着瞧好吧，师傅。我要抽大烟，看什么看啊？小爷我要抽大烟，人呢？都死了。穿这么红，你是头吧？小爷儿，我要抽大烟。哪来的滚刀肉啊？给我弄死他！上，干了他！老板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这戴局长办事儿也太走心了。回头我带上人拿起枪办了，不就完了？你懂嘛呀？好汉不斗势力。前辈斗派你来的吧？他就是一孩子，跟他混有嘛出息？
倒是拿走了，你也出不去呀。睡会儿。嘛玩意儿？抓人！去找绷带和药，快！好。你要出国的事儿，为什么都没告诉过我？我走了。你就不用害我。第一站，北斗烟馆。你去钱家捎个口信儿。我去钱家。走，去钱府。先抄完了烟馆，送信的人才到。我害你？我只不过是想见见钱家的老板。我要让他知道，还有我张世海这么一个人，在替他卖命。你说是我兄弟。可什么事儿都挡在我面前，连缉毒队长的位置都要和我抢。你不是答应过我吗？你还口口声声说你不在乎，而且你他妈不是要走吗？走都不肯给我留口饭吃。你不懂。有些事儿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我懂，我太他妈懂了。你就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，你迷恋自己的位置，你喜欢踩在我头上。你的东西，宁肯死掉扔掉烧掉，都不肯施舍给我。对，我就是要当缉毒队长。我就是要挡在你前面，我就是要挡在你找死的路上。
到今天，我满脑子里都是死人的眼睛。脖子都是凉的，我怕那些被我杀害的人来找我讨债索命，我怕前辈都伤害我的家人。我回不去了。有钱了，想的果然不一样，开始惜命了。你杀钱家会计的时候，手可狠着呢。你杀夏青的时候，我也没见你心软呢。老子这么多年，陪你在刀口上舔血，为的是保这条窝囊命吗？你少装什么仁义道德了。你现在偏心真的陪你卖命，不也只是为了找回账本，把老婆孩子赎回来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之前不知道你要走。才是真正的恶人。什么？是你教我的。做事要讲究证据。你个小崽子，你懂现在是什么世道吗？怎么做是对的，怎么做是错的？我当然知道。减恶除奸，公正为民是对，知法犯法，狼狈为奸是错。少他妈废话！从一开始你就坏我们的事儿，今天是你找死。等等，把枪放下。让开。放下。不用你帮我，你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。你们应该知道所做的一切没有办法洗脱，就算逃出去，心也洗不干净。闭嘴吧你！让他走。你他妈疯了！我是疯了，我当初就不该鬼迷心窍的把你引到这条道上来。清河不一样，他还是个警察，他活着，我们就得死。
这么晚找我来做什么？计划有变。我让你去找账本，你带个人回来干嘛？这谁啊？大军，老贾跟我走一趟。伯仲，你这么做会自毁前程。我已经无路可退了。我干。你。你把他带回来干嘛？检举信和账本都在他手里。你把他带回来，我怎么收场？你只管和我要账本，没说不能带他来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跟我说坏话，我弄死你！戴局手里有你的把柄，你死那是迟早的事儿。只要从他嘴里撬出账本的下落，杀人了事。如果你有这个胆量的话，钱家还有一丝希望。干了，一不做二不休。前辈长，你找死啊！警察局长你也敢绑？你少他妈废话！我问你，账本呢？你的账本关我屁事！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赶紧把我放了！我念在你知罪悔过的份上，饶你吧，不然谁也救不了你！你少装糊涂！信不信我杀了你？哼！我打赌你不敢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你的账本和信都在于通光的手里呢。什么？你是警察？你把证据给黑帮？没理由啊。啊，有理由啊。他答应我不再贩卖大烟了，而且呀，我还给他好处了呢。什么好处？你们全家所有的地盘。三彩帮的人来了，告诉于同光，戴局长，钱家接走。于同光，走！
王警察局长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我呸！你们俩串通一气害我，我全问明白了。想让我在天津卫出名是吧？一水的蔫儿坏孙，想扳倒我钱家，好啊，我今天让你们也扒层皮！呦呦呦，张脸了你！你把戴局长放了，懂事的话，把账本麻溜的交出来，我给你网开一面，只杀你，给你们钱家老小留条活路。你不说账本在他那儿吗？啊，是啊。嗨，我说于同光，你是不是活糊涂了你？昨天我把账本交给你了。戴局，账本昨半夜被钱家人劫走了，我还没来得及跟你汇报呢。别听他们废话了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三财帮背信弃义，想借你的手杀了戴局长，吞并你所有的地盘。今天不是钱家死，就是三财帮亡。哟呵，真比划。爷们们，给我打！干！老板来到岭上，兄弟们，跟他们拼了！我先把他压下去，他是最后的筹码。还是你有脑子！我白培养你这么多年了，大局，消消气，你消消气。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？哼，一半是，一半不是。不会放过他的，只不过就是早一步晚一步的事。把账本交给吴腾光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两家就此一搏。可你倒好，竟然给我绑到这儿来了！你这个混账的东西！戴局，我并没有破坏您的计划，反而是加速了他，不是？你别跟我来这套了！我一定给您一个交代。啊！从窗户跳下去。什么？回警局。从窗户跳一下。儿子，儿子。你是男子汉，跟爸爸一起保护妈妈，好不好？好。走，起来。阿发，看看戴局。妈的，被那王八蛋耍了！跟我来！
一个是去香港的船票，一个是香港汇丰银行的本票，这里是我们所有的钱。你要买什么？到香港的船票，并向那边转移一些资产。赵继泽，全票一点的，别忘了。爸爸，我们不就应尽力了吗？跟妈妈在一起，到哪儿不都一样吗？不对，这里面只有两张船票。你带儿子先过去，安顿好了之后，我会去找你们。不行，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只有你和孩子安全，我才能活下去。我不管，我要留下来陪着你，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起。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，不是吗？想想孩子，来，到了那边照顾好自己。我把妈妈交给你了。可我还小。你是一个男子汉。和爸爸一起好好照顾妈妈。好。你去问于同光吧。于同光，好啊，你去帮我找。还给自己留后路了，好啊，我看你往哪儿跑。耍我是吧？害我在天津没有立足之地。我们都一样，都是自作自受。谁他妈跟你一样？你自己做自己受吧。妈的，张世海，这么简单都记不住。哎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帮你啊。狗屁，你来帮前北斗的吧。你瞎呀？哎，你没看到我挡着那屁股了吗？你别他妈踢我屁股。你敢出来我就敢打。我
能玩我是吧？击鼓传花是吧？嗯。狗